Thank you.
要请福州请开车。请问大概哪边？你不是说他从第二月台大概在第几个地方？哦，已经找过，然后没有找到。啊，那么说，请问你们那边有没有那个反常客运总站的电话？那你会说他有可能有可能会在那边？好，收到，等一下跟你联络。啊，谢谢，请电话号码12132号，工作再麻烦。
笑，早晚那你脚不要很过去，然后半水水就会不一样，脚就可以加那个政治，脚不会动了，脚不能跟他跑过来。换一个。
爸帮你来。爸爸蓝白色。对，至少一个人在这。好惨啊你！走脱毛路。这。阿妈这样。又不去理工读万了。是你之前脱筋脱发，你懂吗？我都想这样。应该人都笑了。废话，那从这边过去到。